康轩国小国语第十二册，八雕刻一座小岛。作者：张嘉华。那时候我们家住在澎湖。有一天，学校的老师请每个同学准备雕刻刀和肥皂。 因为美劳课要学雕刻，肥皂家里有，雕刻刀我没有。我跟妈妈说想买一组雕刻刀。妈妈问要雕刻刀做什么？我说老师交代的，上课用得到。妈妈沉默了一下，问雕刻刀一组多少钱？我说。 不知道，妈妈一时无法抽身带我去买，便从口袋掏出一张百元大钞，千叮万嘱要我把钱收好，找回的零钱也必须还给他。我握着那张一百元走出门去，走了将近一个小时，才走到马公镇的大街上。我永远忘不了。 那个要去买雕刻刀的下午，一路紧紧握着钱，生怕掉了，握的那张纸钞都湿了。到了书店，我问店员有没有雕刻刀，店员说有，你要哪一种？他从柜子里取出好几组让我挑，我看了看。 心里好想买那组刀锋犀利，而且还有红色木头刀柄的，但实际上买下的是比较粗糙的另一组雕刻刀。几天后上美劳课，老师教我们怎么雕刻，他详细的说明每一把雕刻刀的用法，并且做了示范，然后。 让同学自己练习。我一刀一刀地雕出一艘小船。由于是第一次雕刻，小船看起来有点稚拙。而剩下来的肥皂屑我没扔掉，将它全部包好，准备带回家给妈妈用来洗衣服。下课之前，老师说雕刻是一种有趣的活动。同学回家后。 也可以自己试试看。雕刻的确很有趣。往后有一阵子，我真的都在家自己雕。我拿了一块块的肥皂，雕着心中想要的形状，技术也越来越好。我雕了桌子，雕了椅子，雕了童话中的小屋。我雕了鸟，雕了鱼。 雕了心爱的小狗，我还雕了一座小岛，那是我一向眷恋的澎湖，我的风岛。我瞧着那座用肥皂块雕成的小小的岛，想象着岛上布满着风，海水在岛的四周不停地涌动。我知道哪里是观音亭。 哪里是顺城门？我知道哪里是遍长着木麻黄的林头公园，哪里是海水灌注岩穴、激起水汽的风柜洞。我细细的看，细细的想，修饰后又修饰，玩了好久，一直乐此不疲。 妈妈却抱怨我消耗掉太多肥皂，还说：“你这么爱玩雕刻，难道都不背书写字了？要是爸爸从花语休假回来，知道你这么玩法，岂不是要大发雷霆？”妈妈说的没错，当警察的爸爸个性严肃，我不能不有所警惕。为了消灭证据，我只好把雕好的作品。 全都交给妈妈处理，以免爸爸生气。不到几天功夫，那些狗啊、鸟的，都在洗衣盆里被妈妈洗掉了。就连我最满意的那座小岛，最后也变成一堆泡沫，消失于无形之中。从此，我收起雕刻刀，专心背书、写字。 不曾再去碰它。不久，我们家搬到台湾本岛，澎湖就像远离的童年，成了一个我一直想回去却又回不去的地方。我默默地惦记着它，怀想着它，像是有什么东西梗塞在胸口。于是。 海水潮来又潮去，一波接着一波，生出一堆堆的泡沫。泡沫底下，我那已经消失的小岛重新又浮了上来，模样依旧完好如初。我的雕刻刀已锈，我的笔却没钝，我一笔一笔的在纸上刻画着它。 仿佛又变回那个当初爱上雕刻的小男孩。我知道，我仍在雕刻我的风岛。